度講下習慣。我習慣就中意攞只瓷杯啊。咁後來都係，唔好啦，擺只瓷杯喺架車度。咁啊，就攞咗個 Tim Horton Extra Large。咁我原來我儲一儲有千幾分喎。咁今日咧就 set 翻架機，用翻啲分。咁啊，倒咗半杯出嚟。咁啊，呢半杯俾屋企個女人飲啊。咁啊，佢原本又唔飲咖啡嘅，就俾我帶下佢啦，就上埋咖啡飲添。佢可以唔飲，但係就會問下，點解冇買咖啡俾我嘅咁啊？買埋俾佢啦。咁一杯咖啡一個6文錢，如果買杯 extra large 嘅，先至係2元，即係加多6毫子多一杯咖啡喎，有計喎。如果我家裡沒有亂氣，真的什麼都沒有，我會在屋企裡面燒一盆炭，開一點窗，這樣就不要讓自己一樣發奮鬆落。現在大陸人又很厲害，懂得透過爐在家裡，要開一些小先鋒，否則不會全家有錢。有一年呢，有親戚分緊身家，咁啊最後一分曬身家啦，咁啊買入去呢個叫咩地方啊？香港島有舞龍啦，又用咗插咗香嚟舞龍嗰度啊！大坑啊，喺大坑買咗個洋樓，咁啊請我去我表姨丈同埋我個表妹咧，唔係我表姨丈同我表姐咧，唔係我表姨丈同埋我個表弟已經喺個單位啊，跟住咧就俾個電話我。就話喂，過嚟去費事去開車啊！大佬，我啲晚輩嚟啊，用我呢個小輩過去大坑打邊爐，咁啊好啊，咁啊，梗係揾我嘅司機啊，101隧道巴士啊，咁啊去到一路行入去喎。嗰時咧有一本地圖叫通用地圖，咁啊嗰本地圖我係年年都買嘅。後來我先發覺原來通用地圖嘅老闆咧係我朋友嚟嘅。呢個世界好細啊！咁啊執一份通用地圖行到去，咁啊去到個大廈撳門鐘又俾我入，跟住又搭 lift， 咁啊一路上去，跟住傾一輪。跟住佢話：你都幾規矩喎，喺架 lift 嗰度冇搞震喎，冇做啲古古怪怪嘢喎。我話：我即係不嬲都係個正經人嚟嘅，即係而家我都係，只不過而家就瀨啡咗啊，可能啊梳頭冇梳得咁多啊，啲衫又唔會話成日拉住佢啊，不停照鏡咁樣。後生嗰時就會，而家就粗疏啲啊。佢咁講，我話點解啊咁樣？佢話好彩你冇撩鼻屎啊，如果唔係你又大鑊啊！跟住開架嗰時啲電視全部膽機嚟噶嘛，開架彩色電視就播翻俾我睇。佢話我哋呢棟大廈
唔單止閉路電視啊，仲係可以 time search 噶，開翻個閉路電視 search 翻嗰個 time， 我喺個 lift 入邊做咗咩嘢？哇！如果我喺個 lift 入邊咧，急尿得就屙咗督尿啦，咁就死啊！啊，失禮死人，穿曬崩。好啦，跟住講埋喺屋企打邊爐啊，咁啊而家5:31，咁啊 cut 咗去下一段啊。